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Q 克里亚。今天呢，用创造模式来玩这个 Minecraft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的网络有点糟糕，但是我的好友为什么还是一直会这样？啊，现在睡觉觉吧。叫吧。到早上了，看一下我今天主题有什么呢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会这个把这个剪掉。今天来做一个生怪卡，好久没做的生怪卡了，就是用创造，外面有杂音，抱歉。好了，今天的主题就是要用木头做一个木屋。为什么要做木屋呢？因为我是创造做久了。好了，哦，一路有第一个人能来喽，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喂，到处都有人呐、啊，啊，每一个人都对我到处都有人，啊，是怎样啊？我的，啊，算了，下去了啊。下雨，下雨了，我把它关掉。我哩嘞，下雨了，我哩嘞，下雨了，我哩嘞。进入主题吧。哇塞，没想到我就竟然有人来呀、啊！哎，有人来哦！哦，谁？哎，飞翔的，哎，谁呀、啊？哎，你可以看一下语音吗？我来先看一下语音哦。OK，等他正在那边接中。好了，现在盖一个木屋吧。大家你盖的不管了，好，开始盖吧。等一下的我会编辑，等一下我都会稍微会编辑一些，编辑的什么呢？我一个边录影边大家都离开干嘛？只是我一个人。啊！
你也是吗？睡觉完了，去看电视了，不洗澡了。等我录完再录。好死！我妈！操你！哎呀！爸，吵死了！哇，我们家都是杂音太大吗？然后把门摆上去，OK。后呢，我们要摆一个火把。然后呢？精彩的小木屋做完成啦！来吧，来里面参观吧。这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些小改造一下而已，然后整理就是很简单的小木屋，就是你可以下载这款游戏的时候，看你要不要盖家，
好了，我电池没电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要点赞。想继续看就再订阅哦。我们礼拜三、礼拜天都会发出一个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了。